我刚刚从外面回来，处处有点事，从外面回来，看着孙女的，跟小孩做这个，反正是第一次抹油是吧？孙女的，是吧？现在，爸爸哭哭哭哭，我做什么我不知道。俺那露米娜说这个粥呢，她肚子痛，她感冒了，她说，舒服一点是吧？舒服一点，舒服了，我就没有睡觉了。OK，之前我是觉得做这些东西对身体没什么好，是吧？所以没给他做。之前咱们阿姨也想给本镇做这个，我也没给他做。我是觉得说小孩健健康康，干嘛要做这个呢？现在看看，他还是蛮舒服的，反正看起来还是蛮舒服的。这两天因为肚子有点痛嘛，他这个啊，说明他就是用手啊抹一点油，是这种油。这个油是我们小孩生之前就买那个油哈。是的。这是油是叫按摩油。用手先抹了个油，在这个。烘的里面加热，再按在肚子上面，有时候按在头上面，头上也抹了一些油，是吧？看起来还蛮舒服的，蛮舒服的。清楚的，你鼻子，他鼻子，你不要把鼻子堵住了，清楚看起来还蛮舒服的，小宝贝儿，辛苦了，小宝贝儿，他直接睡着了吧？好丑的表情啊！他那手的汗都出来了，看到没？现在出汗的话，感冒就会好得快一点。昨天晚上哭好久啊！昨天晚上1点到4点哭，1点到3点半，3点20这个样子。什么的，我因为我在那旁边那个小房间睡，我睡觉都睡得比较沉，就一直没有听到小孩哭。什么的也怕吵醒我，所以一直他也不叫我。我后来才听，我醒来才听到小孩子哭。我就跑过来了，跑过来了，就给他做一个飞机抱啊，飞机抱，然后慢慢抱着走了大概10几分钟吧就好了，就睡了。你下次如果是你哄不好小孩，你就叫我嘛，听到没有？你也不好睡觉，我也不好睡觉。先天小孩也吃亏，你也吃亏，他一直哭一直哭，肯定是哪里不舒服啊。如果我抱的话，他不哭；躺床的话，哭。放床上就哭起来了，还是肚子痛，还是有那个胀气，这两天有点小感冒，可能也加重，可能比以前更痛了，是怎么？他一直舒服，感觉到很舒服的样子，还是吧？我要摸他的屁股。摸他的屁股是吧？嗯。哎呀。中午要吃了吗？可是什么的？没有钱。没吃，马上吃，马上，等会给他吃。不要搞得太烫了啊。知道的。你要不要我来抱着你，给他抹抹屁股？OK。其实盆地感觉到很享受哈，是吧？不恐怖了。哎呀，咳嗽是不是严重了，爸爸？不是。那抹屁股是吧？现在哎，小宝宝，说完了啊。这火还是很大的火。舒服吧？哎呀，
你看，脸上还有一点微微的汗。见好师傅，妈妈抹油好师傅，是不是？看起来好乖呀，宝宝，全身都抹了是吧？啊，头上抹抹，头上也抹了是吧？这里有点脏。嗯，是头上有点油，也抹了一点。嗯，肚子小心一点。嗯，蛮好的，蛮好的。嗯。嗯。OK。师傅，嗯，那 OK 吗？哎，看着呢。可能是想睡觉了。嗯。沈明达，你怎么会这些？你之前做过吗？做过。之前做过，帮谁做过？是的。我的二姐的儿子，二姐的儿子，嗯，哦，你帮他做吧。我的，哦，那怪不得，嗯，我也是个第一次看到什么的做这个，嗯，嗯，你不让我吃，我之前还担心你怕伤到小孩子，是，之前我都没给他做，而且我也觉得说，小孩健健康康干嘛做这个，我觉得是有点脏，其实不脏哈。抹油对小孩的皮肤是有好处的，他舒服，啊，嗯，舒服，哎，你看去，嗯，不苦不辣，嗯，好像很享受，蛮好的，蛮好的，嗯，以后的话有机会再给他做，嗯，我下次我给他做一下看一下，好吧。我做那样这样接你，你舒服不舒服？是啊，蛮舒服的，蛮舒服的，哎，可以的，可以了，上面都是油啊。那都油出去了。OK 了。一点点油没事的。蛮好的。医生跟说摸这个，嗯，不喝辣的医生这个比利亚。啊，哦，比利亚的朋友是吧？嗯。啊，哦，也叫摸是吧？嗯，这个油。嗯，好吧，好吧。我说过你，你说不要不要，所以我没有做。我之前是觉得很脏，嗯，身上到处是油，我是觉得很脏。No hard baby， 好好摸可以的。嗯，好的好的，我错了啊。嗯， OK， 来，我给你换内裤。嗯，来。嗯。OK。嗯。